看过李现、陈立农双生照，再看这些照片，网友现男友果然上头。最近李现小哥哥的人气是滋滋滋地往上窜，凡是看过《亲爱的热爱的》这部电剧的，应该没人不羡慕他和杨紫小姐姐的可爱。当然仅仅为李现这个人而上头的网友也不在少数，作为戏里的当戏比较火时，在戏外也肯定少不了合作。李现和杨紫合作的杂志照片也是很超级有大片风的。总而言之，无论是和小哥哥还是跟小姐姐合照，如今的李现都是非常正儿八经的高级硬照风。比如和大表姐刘雯合作的杂志照片，李现的腹肌果然是不要钱，就这么坦诚的露着，也太上头了吧。还有下面这个笑着跳高的现男友咋看着这么傻呢？上头现男友果然是上头男孩，总是这么容易给人惊喜。